乡里缺金银。
是因为雨薇这边把我们安静奖项给你了啊！我们在旁边，记者，快点动啊！啊，没办法，就挤在这了。好，接下来我要正式宣布我们的最佳独特奖 Most Unique Award 的赢家是音乐。最佳独特奖后巡游望的赢家是达斯，达斯，掌声，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最佳独特奖 Most Unique Award。
有点像雾气的那个奖项的感觉。对，金黄色的。好，请黄麻烦大声回到你的位置里面。接下来下一个奖项，最佳笑容奖。对，就非常美的笑容。Best Smile Award。啊，我们的颁奖人读一下，希望我们还需要你在台上，不好意思。对，是两位颁奖人。对，然后我们最佳笑容奖 Best Smile Award 的得主不止一位哦。对，总共有四位。首先第一位，新竹丽。有请新竹丽，掌声。第二位 ，Daisy Fan。第三位，辛娜，以及最后一位最佳笑容奖得主 Kitty Young。掌声鼓励鼓励，每个四位非常漂亮的交易，获得我们的最佳笑容奖。Best Now 有没有赞助商在场呢？要代言。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好不好？对，你说我可能很像哇，带有正光芒这样子，亮起的笑容。没事，一切稍后再。对，请包涵。啊，真的有很多段奥斯卡奖的。感觉非常棒。来，啊，你要往前。来，我往前，让大家就往前点哦。OK， 好，看这边。这边，这边好没有？
是非常的大的，有点难戴上，对吧？好，尽量戴一下 ，OK。好，暂时先回去。好，来靠近一点。摄影师，预备。哎，对，看这边啊，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小心啊！一二三。好，这边。最佳气质奖 ，Best Present Award。好，谢谢两位嘉宾，请往回你的队伍的当中。那接下来下一个奖项，这个是非一般人会得到的奖项，因为你要非常有创意，所以我们这个奖叫做最佳创意奖 Most Creative Award， 只有一位赢家，这位赢家就是 Vicky 刘圆圆，最佳创意奖。
不仅仅是好任何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同时也是你如何在台上临场发挥，灵机一动，要把你应该做的东西给做好，应该说的东西给说好，非常棒，不简单。谢谢三位赢家，谢谢。
Sharon， 谢谢。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请下位嘉宾上台颁奖。We are invite of Dr. Shamana Tilaraja Secretary of the Singapore National Stroke Association Principal Physiotherapist 和华人的旗袍协会名誉会长彭秀秀女士，请上台。刚刚我们三个不同的奖项 ，to give out our three different awards. So we have our Best Energetic Award， 就是我们的最佳活力奖。还有我们的最佳亲和力奖 Best Affinity Award， 还有就是我们的最佳模特奖 Best Model Award。 哇哦，最佳模特奖，哎呦，我看到了有两位哦。那好，首先我们先公布第一个最佳活力奖 Best Energetic Award， 赢家是 Catherine Tan。充满活力的象征，对，跟他走出来那个自信开朗的感觉就看得到了。对，刚才我特别喜欢他，就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充满着活力。他就是那个我被吓到的啊，对，好像是，是是是，我记得了，我记得了。好，来，最高声 ，OK， look here， 看这边，来看这边，太棒，过一张，看这边，过一张。两位了，对了，第一位由你念吧。我们的甘娟，掌声，最佳模特奖。下一位就是我们的雨薇。好，掌声。甘娟跟雨薇，哎呦，她的服装就很像婚纱这般，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漂亮。今晚我真的觉得我是大导演。有冰淇淋。哇，对，你们看到我的眼睛越来越肿了。其实不是我睡不够，是我吃太多冰淇淋。这样不行哦。还有一位，来，关上。
第一位就是我们的青阳，掌声有请我们的青阳。最有爱心奖。对，富有爱心。第二位，好吧，就是我们的 Q C Tong， Q C Tong， 有请。太好了，两位。充满着爱心哦。满满的爱心，奉献给社会。给大家感受到了吗？他们的爱心。你看那星星看哪了？我看。知道，因为我看出。可以吗？你就是赢家。对，而且今天不管我们家每一个人参赛者都
非常棒，说得非常好，本林，不管今天晚上到底你有没有拿奖，你都是赢家，因为您在舞台上呢走台步走猫步说话，你已经比一般人还强了。我如果现在不是做主持人的话，我一定要拍掌老跳舞给你们看。哎呀，我花呢，我们只是送上花了。再次非常感谢三位对了，非常棒，四位对不起，四位非常棒的选手，最佳才艺奖。好，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好，接下来邀请两位嘉宾。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的就是最佳时尚奖 Best Fashion Award， 还有最佳魅力奖 Best Charm Award， 还有我们的最佳上镜奖我们的 Best Photogenic Award。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议题秀CEO Cindy Ong 女士和鼎文矿股董事长陈元瑞先生到台上来颁发这三个不同的奖项，掌声有请。请两位上台。哇、Best Fashion Award， Best Charm Award， Best Photogenic Award，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有媒体娱乐加一个时尚感的一个奖项。对，我们的新奥。啊，你好，两位又见面了。我一笔秀，好，奖项得主赢家花落雪茄最佳时尚奖 Best Fashion Award 的得主是李千亿。好，掌声有请，欢迎李千亿。
牛逼酱。哇，大家都非常的上进哦，掌声有请。还有我们第三位 Emily 要。我怎么看到他惊喜呢？我哎呦，那么终于有上进。他笑得好灿烂。对的，要对自己有自信嘛，对不对？来，请两位一起上去啊。不然你被忽略。啊，不要一时不口味，你给点 points。这个呀，还有吗？有几张？你什么口味？三位，还有两位，还有两位，还有两位。几张？几张？几张？刘淑仪，我们的 Best System Award， 刘淑仪，掌声有请。因为刚才呢，我们的刘淑仪跟刘淑玉
负众望，得到了非常棒的一些奖项。对的，没错。好，小风根。哇，有请小风根。还有我们的推破。好 ，gentlemen， 推破。You got the best dressed award. Please step forward. Because you look really handsome tonight. I love all your fans.And we love him to put on the crown. You can see how much he enjoyed. Yes,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feeling, right? Yes, exactly. 不一样的感觉。Fantastic. Yes.女士，
和他世界巡回大赛总导演徐小平先生涂小平先生请上来。我请这两位掌声好不好？来点掌声。对，掌声有请。Ladies, please clap again. Second time for the world. The more clap, the more baby, the more 还有下次看这个光子外围。好，首先我们这个铜奖呢，有分四个不同的级别哈。第一个就是讲格格组。所以我们首先念一下格格组的戏曲优胜者是薛金玲。哇，掌声，非常恭喜。Congratulations, congrats to our wonderful contestants, 薛金玲。当我们的音乐大师，我要念之前那个音乐，咚大声一点，好不好？让我的声音跳出来一下。来，好，看我这边先，看这边，哎，看这边，来，看这边，来，来，来。再次恭喜我们的哥哥组季军，我们的薛金玲，恭喜。这边。非常忙，就在猜。忙到来站在椅子上了，也可以看到他特别多专业。他说太多人。好，非常感谢，谢谢精灵，谢谢精灵。接下来下一个组，经典组的继续得主。Our classic group. And the bronze award of classic group goes to.双冠，师傅，我爱死你了，师傅。对，就是我就记得是那个你吓到的那个。是，这种音乐太好了。如果师傅一定做的话，他的头会痛两倍，因为他戴了两个头冠。来，看这边，很好，看这边。下一个组别，华贵组的季军 ，Our Luxurious Group Bronze Award winner goes to 陈美玲。掌声给陈美玲，非常恭喜你获得我们的华贵组季军。对了，我们华贵组季军得主陈。Award for our respected group. The winner is 张继红。哇，有请张继红获得了我们的这个自尊组的季军。张继红在台上吗？张继红，慢来，慢来，不行，辛苦了。你跟我说你跟我是喜剧，我一点都不信，打死我都不信。对，我特别喜欢看的就是自我介绍。对，非常的自信，印象深刻。对，通常人家说笑容多的人皱纹多少，所以我没跟你讲，
活的，非常的开心。哎，看这边，来坐一张，看这边。好，我来这边。再次非常感谢我们的至尊。主的季军得主张继红，来感谢两位，感谢感谢。接下来邀请哪位嘉宾上台？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我们的亚军哦，所以我们要邀请新加坡澳长 Grace Ng 女士和现代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杜德仁先生颁发这个奖项，有请两位到台上来，有请。好，接下来曲目一样，我们有四个不同的这个组别哦。第一个哥哥组的亚军 of the Prince Dance Group， the winner is Emily Yao。是否面多一个机器，它会折痛两遍。
是我们的小威荣获本次之主亚军。最后一个奖项就是我们的金牌，我们的冠军，我们的冠军金牌了。然后再次邀请我们的 Lady Boss，Lady Boss 创始人，我们的刘婉晴女士，和我们的华人旗袍协会创始人 Linda Lee 女士，请上台。地位赢家，格格组的冠军，我们的至尊组的冠军，至尊组的冠军是吧？对，我们的 Gold Award Respected Group 啊，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由你来呢。好，就是我们的刘淑瑜，这次没有错的，没念错，刘淑瑜，我们至尊组冠军 ，Gold Award Respected Group， 恭喜！他的服装也非常特别。